想一个人静静。那如果有什么事的话，就记得按这个紧急铃，我会立刻赶到的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事情我都听说过了，都过去那么久了，你也不要太伤心了。错的是那位鲁莽驾驶的司机，不是你。不管怎样，今天都是你的生日，生日快乐，李伯伯。没什么好快乐的，我的一生就只有遗憾。你走吧，有什么事情会安宁的。那你要记得按紧急铃哦。那我先走啦。自从那年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庆祝过生日了。你们都走了，快乐和谁庆祝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
先生的女儿，林先生的女儿。她今年几岁？六岁。Stop.
我不想再看到你这副恶心的嘴脸。所以我再给你最后一次退出的机会，就算会死，
那个灰头脑。知道了。好。如果真的被判死刑的话，我会把你下一个人要好多钱。那孩子他可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啊！什么梦想？
那简直就是胡思乱想，不切实际。你呀、啊，就是这样子才无法跟你儿子好好说话。很多时候不是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的。一当然是一啊，二当然是二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你尽管别想睡房间。再请辩护律师结案陈词。是的，法官大人。4月15号当晚，被告接到第死者的电话邀约，前往他的家里商谈工作上的事情。被告除了想去死者家中商谈公事之外，并没有任何其他的意图。就像我方第一和第三证人，甚至是控方的第三证人所说的一样，被告和死者完全没有任何的私人恩怨。双方也只是片面之交，然而很不幸的，在商谈的过程中，双方发起了争执，而在争执的过程中，被告手上水果刀意外地刺伤了死者，所以原本不是有意的东西，不小心变成一个杀人命案。小小的水果刀根本不可能将人致死，只是在这个时候，死者的女儿，也就是案发的第二死者，突然间从房间里跑了出来，他看见倒地的父亲，害怕的大声尖叫。这一切发生的太快，让被告非常的慌张。于是，被告自发性拿起了武电，捂住了第二死者的嘴巴。可不幸的，第二死者也就因为这样而窒息死了。看见这样的情景，身为父亲的第一死者和从来没有想过要杀人的被告同时晕了过去，最终也因为这样没有来得及打电话给救护车，第一死者失血过多而死。法官大人，被告就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，他只想努力赚钱，给予他一家人的幸福。当晚，被告只想做好分内的工作，恳切的心让他在激烈的讨论中忘记先把手中的水果刀放下，结果发生了意外。被告是做错，错得很离谱，可是他也只不过是为了一家人的幸福而努力工作的一个不幸的人。法官大人，诸位，公司有那么多的员工，却偏偏选中了被告，他真的只是一个运气不好的家伙。辩护律师，你还好吗？没事吧，大人？法官大人，被告虽然有罪，可是这些都是无心之失，罪不至死。我恳请法庭宣判我方被告杀人罪名不成立。在听完双方所有的证词以及审查所有陈述的证据后，本庭已有了裁决。被告在此案被控告触犯了刑事法典第306条条文，于2018年4月15日杀害第一死者林光华以及第二死者林佩佩。以下是本庭的裁决：控方成功证实第一死者是因被告所刺伤而失血过多后死亡。同时也成功证实了第二死者是被被告强行捂住鼻子与嘴巴，最终窒息死亡。被告不否定杀害死者的事实，却多次强调一切只是意外。被告没有任何杀害人意图。本庭发现，被告到达第一死者家时是带着处理公司的目的，没有任何杀害人企图。可是，在被告刺伤死者以后，本庭相信被告为了想要自保，确实有了杀害意图。所以，本庭裁定，被告触犯了刑事法典第302条条文，罪名成立。于是，被告将被判于死刑，审讯之后立刻转移回石丘监狱，被监禁直到死刑执行日期。以上是本庭所有裁决。退庭。吴先生，你
先生，比如说您捐了100万给这家医院作为器官移植的研究基金，这项计划预计将会利于许多病者，请问您为什么会有捐钱给这项计划的想法呢？哎呀，这些小钱不算什么啊，最重要我们可以帮助到大众才是最重要的，而且我们公司啊也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啊。哎，嘉贤，喂，我要开会，时间要到啊，我赶着去开会啊，拜拜，下次见，吴先生。
知道了。处理这学生，可
是，这学生怎么那么眼熟啊？因为啊，他已经连续四年拿到全校第一了耶。全校第一吗？是他吗？嗯。他怎么会在这里做这份预选抗议？浪费时间！赶快离开教室，不然就叫你父母来见家长。只要你不让我的学费办下去，我就不会停止抗议的。你看到了几点？
家的。走啊走啊，参加这种活动最浪费时间。走啊！啊可是哦，OK 啦。所以啊，就让我们一起来参加漫画学会吧。我们的漫画学会真的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哦，你可以来试试看。你试过了，你就明白漫画学会真的是很好玩的。同学们，同学来看看，同学，我们漫画学会真的很好玩的，同学。
是漫画学会会员的实力。谢谢。可是现在有了你家我就不一样了。哎，你是前几第几名？第七名。78。78名啊，全体只有81个人，你拿了第78呀？你现在在笑我吗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哦，你想啊，如果你参加了漫画学会，你的成绩不代表退步，虽然退步的空间不大，可是。决定了，我们下一次漫画学会的活动跟补习班一起进行吧。补习班？什么补习班哦？一对一的补习班啊，我帮你补习。关于你的成绩，没有啊，他们说开心就好了。真是的。那你还要不要补习了？不用啦，还是说说漫画学会要做些什么活动吧。想想，那我就带我最喜欢的漫画给你看吧。嗯，好啊，《洛克冒险记》。哎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因为上次你娱乐秀的时候有介绍过。哦。想起来了，那我就带洛克冒险记给你看，是松井正成老师画的哟。嗯，可是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佐藤正成啊？我觉得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日本对漫画的看法，他的不懈努力真的让我很感动，而且我也有我想改变的东西。你想改变什么？有时候吧，我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容不下梦想这天真的东西了，就像我们每天这样努力的上课下课，可是我们还不是为了日后能够赚点钱，可是我不喜欢它这样的系统，所以我想改变这样的系统。所以说通过漫画改变这个世界吗？嗯，让大家活得开心点，像你这样。像我这样？像我这样真的好吗？很好啊。哦，那明天我在这里等你吗？嗯，可以啊，吴金平同学。叫我金平就好了。嗯，大嫂。快吃吧。
候，我刚放学，老师就发我过来罚站了，所以我都没机会去找你。为什么要罚站啊？因为我把所有的漫画都带来了，结果就没有把作业和课本带来了。不是啦，就每一本里面的实体面罢了。可是那么多，你要我怎样带回去啊？对，我没有想到哎。啊，没有想到，你真是全校第一名了嘛？我只是没有想到嘛。那你还要发站多久啊？不知道。发站到几点？
想用漫画来改变这个世界。在四个星期前遇到的洛克，让我觉得这个学校好像变得那么可怕了。虽然我不知道洛克以后会不会改变世界，可是我的世界的确因为洛克改变了。真的吗？我总有不好的预感。
没事没事，坐下来吃早餐吧。谢谢你啊，不用了。
上次有你陪我。什么啊？没什么，上次有你陪我，两个小时很快就过了。是的。我只是觉得那些漫画有点太旧了，所以就想买新的好好收藏啊，就把那些送给你吧。真的吗？你真的送给我？好吧，谢谢你啊。Oh.
法国很冷的啦。
要你照顾那不懂事的儿子了。不会啦，能帮得上忙我开心啊。哦，对了，我忘了买生日蛋糕啊。等下我们吃完过后，我再去买好吗？对耶，我们也只是为了礼物，忘了买生日蛋糕这件事情了。哇，还买了礼物给他，这个孟凡真是有多幸福的。我也买了礼物给他哎，可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。等一下，还要讲我浪费钱呢、啊。哦，对了，安安弟，你们买了什么礼物给他？一份小凡意想不到礼物，就是。没什么啦，是个普通的礼物。对了，买给他就好，孟凡说他还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我都说了。什么都看不顺眼，什么都不争气，最后。